大四块正方弄成一个大正方形。哦，先把四块弄成四个正方形，弄成一个大正方形。再来。再来啊，两个三角形，再来一个平四边形，看一个三角形。哇，一个平四边形配一个三角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梯形怎么样？因为这样才能做成一个梯形。哦，是这样子啊。然后再来，先不要照啦，妈妈。那我要怎么样才能照？等等我听完之后。那个过程我也可不可以照？不好了。好，那我尊重你，我尊重你。然后再来，再装一个平行四边形上去。哇。然后再来装。四个等腰三角形。哇，你自己设计的哦。那我完成的时候可以照哈、哦？可以啊。好。因为他自己在观察。再来哪一个步骤呢？正方形也四个。好。哇，感觉好像做菜。对呀，好像做菜，这个材料。